然是我们比较重要啦，我们还没吃晚餐呢，看你们吃的那么津津有味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那种感觉，好像太羡慕他们了。天理何在呀、啊？有没有看到何闷的那个坐姿，是又轻松又自在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现在也是有很重要的人物在我们的身旁，是不是？也是两位帅哥。哎，帅哥，你最喜欢的吗？对不对？你喜欢的哦。所以我要说回来，可能只有一个半。对、啊、一个半的帅哥好不好、嗯、然后我们掌声欢迎 Jasper 和小明。欢迎Hello, 大家好大家好。我很好奇，请问哪一个是那一个半的、maybe 是去过的去过的、不用说那么明白吧、应该是他了半You got it。 我以为你的一半是这里的。跟我们幕后直击的朋友打个招呼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Jasper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小明。是哇，网红来到我们红星大奖，所以是第一次吗？心情如何呢？其实哦，这次不是我第一次，这不是我第一次，是不是？其实真正的第一次哦，其实是我是以一个 PA 的身份出席，是艺人助理，艺人助理，谁的助理？对对对，这可以讲吗？讲，我们莫子琪是聊八卦的。阿姐，八卦嘞，八卦，是八卦可以讲八卦，你们猜一猜，阿姐，那问阿姐啊、其中一位阿姐还上了，应该上了神台了哦，向云姐，其实那时候他真的是非常好了，因为他知道我非常向往这样子的一个盛会，想要看看，是很想看看，以前真的很想出名啊，但是现在就是真的出名了，真的红了，所以真的还是要谢谢阿姐，谢谢向云姐，那时候真的是有把我带在身边，哎，我真的是看到了里面啊。非常非常忙，忙的里面。什么时候啊？多久以前？应该有三四年前吧，如果没错的话。这样不久而已。不然就早一点、我也不懂，对，我忘记了。你不要开玩笑，我们 Jasper 龅牙姑是一夜成名的，而且我印象中好像红很久了，对，那你可能三四年前。真会说话，对不对？会红，这证明他已经老了。那小明呢？小明，你的心情如何？什么感觉？刚路过而已，买咖啡，他们就说：“你要不要进来？”我就说 OK 了。等一下，太阳很大哈。等一下，买咖啡穿这么帅啊？因为我每天就是这样穿的。哇，其实我蛮兴奋的，你看也是蛮紧张的，因为我华文很烂，他们请我来颁奖，我不了解了。不会啊，这你都戴这个墨镜，人家看不出是你啊。不是你出去走的时候认不得。说的也对，而且我看那个全听你说，你在上面华语很好啊。哇，那个我背很久，你没有看我背多久？我写在我那个手那些词，哇，真的是三天三夜不会睡。今天台词你写在哪里啊？就说到网上面，对，所以说到网红嘛，你们怎么样找到你们自己在网络上面的那个位置的呢？小明。小明来，我就是喜欢捉弄人，说冷笑话。有一天我就说，哎呀，我就戴上这个墨镜，就去恶搞，就来了啊，就来了，就这样，没有去想到会天注定，是，他就是应该要红的啦，是这种叫做无心插柳，是吧？对，好的牙齿为什么要龅牙呢？另外一个就是要红，一直想办法红，很久都没有红，你看多惨嘞！我还做了 PA， 等了那么多年才来，他刚刚路过买咖啡就来了。做了很多，也是那种 KTV 啊什么的，做了很多。其实哦，要当一个网红了，我真的觉得你要 very comfortable with yourself， 你要真的是非常喜欢你自己，你要很自在，很了解你自己的特点，你才能够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。还要拿捏观众的口味，对不对？很难。而且他们呢，在做网红，一直在想 content， 是不是？每一天都是一个 reset button， 对不对？你今天可以红，明天可能就没有人看你，所以你每一天都是一个马拉松。其实我每次看到网红哦，我觉得他们哇很红啊，赚很多钱啊，我都觉得他们好辛苦哦，因为 content 一直要想，那个剪接又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，好像 Jasper 这样，他的那个龅牙姑的那个牙套啊，本来是我们一起在舞台剧的时候你就买了嘛，是，对不对？天哪，你是记得，对啊，他就一直收着，一直想要用，但是没有机会用。结果用在龅牙姑就红。对，当然现在呢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嘛，那你们也是网红，这么的红，一定有好的留言跟负面的留言，你们会怎么样的心情去对待他们呢？怎么处理那些 bad comments？ 你是不是要哭了是吧？对，我先哭，我先给他讲。你要有个伤心的背景音乐吗？你有一些不好的留言？对，最恶毒的是哪一个？还好啦，就是说有些人不喜欢这些冷笑话，爸爸，你不喜欢冷笑话就不要看我的平台啦。有没有记得最难过？你看了哇，很揪心，很难过。过的啊，还没有哎，没有啊，大家可以去哈、小明留言，快点去，不要害我，不要害我 ，back comment unfollow。那个 Jasper 应该很多吧？其实没有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因为可怜啊，你看龅牙姑要真的要红，真的不容易。其实而且扮丑更不容易。是。
青菜萝卜各有所爱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意思啊？那个，所以龅牙姑是青菜还是萝卜？既然他是一个兔子牙，他应该是萝卜了。其实我是觉得，我们不应该为了几巴仙的 negative comment， 所以就停止让大家快乐。我们喜欢做网红，也不过是因为我们喜欢娱乐大众，带给大家快乐，快乐，对不对？其实不要把那些 negative comment 放大，虽然很难，因为我很多时候都自己躲在厕所哭。你真的有吗？有，还是这个也是 part of your content？ 也是 part of your content， 所以大家 like and share， OK？ 那在这个幕后直击的看直播的朋友啊，可能也是有想要成为网红，你们有什么劝告或者是说想法想告诉他们吗？如何成为一个网红？怎么样才能红？肯定不要比较好了。这么你怕，你怕被取代，要抢我饭碗。哦，不要抢，对不对？就是要做自己了。是，因为网红你都说了，就是不容易嘛。你就每天要做 content， 就是不容易，所以你真的是要有那个热忱，是才可以成功。其实除了做自己哦，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你不可以放弃。因为坚持很重要，要坚持很重要。因为很多时候不是你的 content 不好，而是你知道网络世界它很多它的 algorithm。因为 algorithm 话叫什么 algorithm？algorithm。哇，好烂哦！因为我以前是读数据，我以前是读电脑系的嘛。没有啊。所以呢，有时候不是你不好，是你要坚持下去，你要等到一个对的天时地利人和，突然间一个 content 爆上去，你之后之前做的那些 content 陆陆续续也会爆的。哎，那这样一夜爆红会压力吗？压力会大吗？你要讲一夜爆红也不是的，我们做了那么多年，就是等那一夜才爆红。我十年了才醒过来今天。那一夜爆红的感觉是如何啊？就是本来你可能只有十个 follower， 明年一睡醒，哇，一百千 follower。这个我就记得很清楚，因为以前哦，我是在玩网络的时候，我就做了一个龅牙姑的影片嘛，突然间 overnight， 哇 ，1 million 的人在看呢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是不是？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，我突然间走路都有风，真的真的有风，真的有风，还是要下雨了，还是你头风肚子进风？应该是我肚子进风。那小明呢？小明花了多久的时间，然后就爆红？因为我知道他应该是开始没有想要做什么影片，然后就随便玩玩，然后就突然爆红了，对吗？做 meme 而已嘛，就是做完嘛，因为我喜欢做弄人，那 meme 就是很好笑嘛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图片，你就写一个那个好笑的那个字在上面，就这样，我就没有想太多。那突然第一天我放上去就，有100个 like 就不错嘛，那我以前自己放照片都没有100个 like， 一个素人来说啦，对啦，对对对，对无心插柳，没有那时候，当时候今天是网红红的，是不是啦？多这个网络世界。unfair， 哎，那你演戏了多久？我演了很久嘞。你说算一下，30年有吗？我应该是30年，应该差不多有8年9年了。是也真的是因为网络让更多人认识到我。是，所以一开始呢，就是先演戏还是先主持？先演戏吧。演戏，因为他演了，其实也有很多嘛，也有演过电影。对，他一样嘞，现在电影咖嘞，我演过 KLFL 嘞，大家啊，我演过 KLFL， 我们大家都知道。我这个不是一个秘密，真的哦。可是他们不知道我演什么 KLFL。哪个？哎，你知道明顺大哥跟文芳姐有一部The Wedding Game 啊哈啊，最后一幕他结婚的时候，我是其中一个看不到脸的哦。那个是电影吗？电影哦。那小明有没有想过要去演戏还是怎么样？他有要找我演，可以跟我的经纪人。但是如果他给你一个角色，你愿意把你眼镜脱掉吗？这就不好玩了嘛。我就觉得，因为小明就是要有那个墨镜，要有形象啊。那如果剃头发呢？光头？剃头发可以。哇，就是除了拿下这个墨镜之外，其他的都可以让你去玩，都可以脱。哎，好想看哦！哎，其实我真的非常开心哎，因为幕后直击做这么久，这几个小时下来，我刚刚做了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，就是看到小明把眼镜脱下来。我刚刚看到你们不能看的这个，那这个就没有这个机会啦，可能是以后又重金礼聘，花多少钱可以让小明把墨镜摘下来？有可能哦，帅到极点哎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一直看那个凤姐说她拿下墨镜是非常帅的。我刚才看到真的很帅，是帅还是帅？帅，可能我们有机会。
我们可能只要有一个机会，因为等下我们会上台颁奖嘛。哦，你们是颁奖嘉宾，对不对？所以是颁奖，好像你不知道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他不知道我要，我叫颁奖嘉宾。等一下，我在台上是起哄一下。是，而且现在呢是七点钟哦，我们颁奖典礼它已经呢开始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幕后直击，一直都会在跑马拉松式的在跑。哇，这样我要去背我的，我们还没有 rehearse 我还要去背我的字典呢、欸。不用啦，不用啦，你们有的是经验，八年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重点是我旁边没有。那没关系啦，那就让你们去，让你们去背一下，让你去准备一下，好，我们就不拖你们太久了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接受访问，我们很开心，很欢乐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好。是的，然后我们现在的时间呢，就是要看看我们这个天王巨星陈豪的影片，让我们来观赏。